不是说这虚倒不虚，问题是没枪啊。捡东西。就是你有一回蹦啊蹦那上面，挺好的。看着了，搁那呢，搁这边绕过来干他，行不？下来一楼三号，来一楼干他。三号来，干他，干他，干他呀！老志怎么跑那边去了？老志，收东西吗？我啥也没有，我收点东是，哎呀，咱们是他妈在这阴他呀，是走啊？西。你俩一会儿晃晃，又得死，跟我走吧。收完搁那晃悠啥呀？有道理，快跑！好不容易收点装备，给人等着人家过来打你成盒，玩给你装备抢呢。你说是这么回事我吗？操！你说的是我操！你说的是真鸡巴准！我操！我给不是二你号这定了。我你是不是开光了？我操！封烟呀！我我没有操！烟。哎没呦！嘿我有烟！我操！烟呢？烟我也没烟！我操！你这他奶奶！快快快！啊，差不多。他不是扯毛嘚儿呢吗？我操！他刚说完，啪一枪，定位。哎呦我操！你快跑，到时候别给你也定了。告诉你大俩，哥在往赶上紧走。跟我走，赶紧跟我走呢，还搁那晃晃悠悠的干啥呀？哎呦！我操！你猴，我是真他妈服了！我操！把把揍我呀！快拉我！又要完！哎呦我操！你猴哥的，兄弟别打了，歇了门了！我操的雷！快跑吧！跑不了，我没血，打狗血。哎呦我操！哎我操！跑不了了，妈逼撵过来了，怎么感觉？你肯定包围你俩来了，人家还能放过你啊？是哪儿过来的人啊？咱刚落地给人队友干死了，人不过来包咱吗？我哪回都告诉，收完快走，收完快走。看，遇到人别慌。事儿灭队，让你跑，这回行，装备不用收了。这搁 N 岗跑出来的，有货肥。哎，我操，有人！鸡哥。大盘鸡，你最喜欢的大盘鸡。这装备都有了，鸡哥比我肥多了，发现没？不能走了，对。我暂时不能走了，敌人就在附近，等你了。啊！我操！是他妈偷我，他们知道你在哪儿。有问题呀、啊！崩死了，这俩起立，都崩倒了，这俩傻子儿。